时间呢，我们将邀请了我们太厝港集选区呢南洋基层组织顾问呢徐嘉欣国会议员呢上台，来，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他，谢谢。首先我要澄清一下，我是姓余，我是余啊，哦，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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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天的余啊，哦，余天的余啊，对不起，徐姓徐的有多一点人，所以他们是双人旁，他们多两个人、OK OK OK， 所以姓余的少两个人，所以没有没有啊，这是哦 OK 啊，没事，对不起，没事没事，受不起啊，受不起啊，啊 ，sorry sorry。因为呢，我看成是徐小凤的徐，明白吗？错是吗？啊，不，不是他的错，写的人错。对不起，对不起。哎，写的人上来跪一下，跪一下。哎呀，啊，没有，没关系的，没关系。不，不是你的错，因为你知道哈，我读书不多的，所以呢，我如果读书多的话，我就可以做部长啊。没有做到部长，只能够做霸长，请你原谅。没事没事没事、首先很感谢我们西林村这个中原会主办今天的晚宴，向大家聚一起啊，聚在一起也是、很热闹很高兴，这样、也借此机会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顺心，谢谢谢谢谢谢。好，那现在呢、我们要等一下等一下 OK， 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些这个非华族的朋友啊，也让我用Yeah, of course. Hello everyone, those are the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Hokkien, whateverVery sorry, the whole night is in Chinese Hokkien.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organizer. Also to wish all our Malay, Indian, Eurasian friends good luck, good health, everything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s. Yeah. Thank you. Can you remain on stage? So now, 现在我们要请理事上台来敬酒。All the 理事 please come up to the stage. You know my English not very good one. Quick, come out. 理事 please. 那么希望大家呢可以呢准备你的酒杯水杯来跟大家一起来敬酒，喝了这杯发财酒，大家呢平安健康长寿，好不好？叫桂莹上来啊。哦，有一位叫桂莹的，麻烦你上台一下。桂莹小姐，还有谁？哦，没关系，不，你的错，是我的错。哦，谢谢你。哦，我爱你。嗯。想要站在我身边，假假来跟我讲话。好啦，叫你亲我。我讲不好，我冇惊亲着。好嘞，准备好了哈。好，来，今天晚上，我们招待这么多人，当然知道了这个地方呢，新加坡呢是寸土如金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也非常有这个因缘可以做这个歌台，然后宴请百席已经非常感恩，所以呢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还是让大家呢比较不方便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原谅，但是呢能够聚在一起呢就是一种快乐，就是一种缘分。那今天晚上呢也希望呢大家能够站起来好不好，只要你一点点的时间，拿起你的酒杯，拿起你的水杯，那么呢跟我们台上台下我们互相来喊三声邀请好不好。还要唱国歌哈、有吗？有没有？我立即光唱国歌，我已经到这个了。我来
第一声央视，我们先祝贺天下太平，国泰民安。One, two, three, yeah！谢谢。第二声央视呢，我们呢要祝我们于一言啊，让他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步步高升。也祝贺呢我们台上台下呢大家都身体健康，事事顺心，事事顺意。来，第二声央视，央。谢谢谢谢，因为就要摸我的手，就做这个动作，摸来摸去。你去人家呢，马来西亚爱根根，我吐你。好，来，那么第三声央声呢，当然要祝贺呢，我们新加坡呢，国运昌隆，国泰民安，好不好？那么大家呢都风调雨顺，那也希望呢，今天我们到场的嘉宾贵宾呢，大家呢喝了这杯发财酒呢，回去呢都发大财，行好运，好你阿姐阿兄金门财宝归大厅，好你吼金门财宝酷酷酷，行到倒落隆重人学到哦，哈啦空空行到卖白倒，安尼就好。好，来，我们喊第三声音声，耶、yeah!！余一言呢留在台上，好，来，待会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要让呢，这个我们余一言呢来领取这个南洋福利社区教育基金，好不好？谢谢，希望大家来一个热烈的掌声，鼓励热闹一下，掌声不够热烈 ，One, two, three, come on！谢谢，感谢我们余一言，谢谢谢谢众理事，谢谢。人有错所，马有失蹄，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所以呢，我呢今天呢报错余言的名字，我会回去面壁思过，好好的从那个百家姓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那非常感谢他指证我是对的，因为呢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错误，也希望大家来一个热烈掌声，互相勉励，好不好？共勉之，一起加油，一起努力，我们是华人，一定要把华文读好。哎哎，阿明莫怕华文先 One, two, three, come on！ 我呢不要说读这个，我在拍戏的时候那不是啊，不能出错的，讲啥啦？有时讲讲的屁屁吧，还会一气附件跑出来。那大家有没有看118？有没有看？有看哦。新闻这新闻看完就马上看118。那我想呢，今天晚上呢，在我戏里面，我非常尊敬的一个人，他帮我很多，因为我去拍我，因为我之前都是在拍电影、拍连续剧，我比较不熟。那第一天到片场拍的时候，导演说：“哎，安瑞你等不我，你快点。”他的节奏这样，那演法是这样。后来我身边就出了一个贵人，他呢给我很大的指导，那么呢也帮忙我带把戏带进去。他呢可以讲呢。我非常感恩，我也对他非常的尊敬跟非常的佩服。
因为他的戏真的是很棒。说哭，他的哭不是马上哭，他的哭哭有很多种，哭可以 1,2,3， 哭可以有 ABC， 哭可以有上中下，他呢是可以 control 上半场到下半场。这一位呢，今天呢，为了呢表示呢我的诚意，那为了呢使议员呢更加开心，所以我想请，我知道他今天有来，所以大家想不想看陈天文先生？想不想看？想看的话，大家掌声鼓励一下我，我请他上台，掌声鼓励一下陈天文先生，我戏里的老公。